Hi, Kanpaka. Today is Mother's Day in Thai. Now we are going to Siangka shopping. Let's go. Hey, looks like my nail. Really? Hey, someone's calling you.我们来到的是泰国很有名的香氛品牌，应该蛮多人知道的吧，就 Kamar Kamen 他们旗下的子品牌。这家店呢，它除了有他们香氛之外，最上面好像是咖啡厅吧，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他们的产品的名字都超可爱的， Make my some toast Fresh Market. What is Fresh Market? Pork, beef, chicken, raw meat. Central Park Tomato Juice 它这是一个组合耶，有杯子，然后后面不知道是什么杯子罐子之类的，好像还有蜡烛，我觉得质感超级好的。它这个袋子也是很可爱耶。它一楼啊，刚我们看它是卖香氛，就是你们在百货公司会看到那些香氛，然后二楼这边就是有一些帆布袋啊、毛巾啊、瓶瓶罐罐之类的家具用品。 You are my everyday Love you everyday 加油。 You love to use this, right? Shy 跟你们说 Barin 超喜欢买的，而且重点是他都买一些我觉得很奇怪的味道。嗯，很香啊！它这个是放在衣橱的那种香氛包。Everything。每次来逛街 ，Barin 都是说 My own my own。I ask you, do you want this? Do you want that? My own my own。Do you wanna buy something? Clean your room. Ow ow ow. Clothes is cute. Good day, bad day.在他四楼咖啡厅，人还蛮多的。这个是 Green Apple， 好像是绿苹果红茶，我觉得还蛮好喝的。米苏达没？麦菜，麦菜苏打。哦，是的，一点点甜。Coffee is better. When can you speak English? 麦菜 English， Chinese. When can you speak Chinese? Now I can speak. 我吃一点一点。啊？我吃一点一点。So OK, finish. 好棒哦！我发现他这边的产品每一个都会写 I love my life. Do you love your life? I love my life. That's why I love you. 好甜哦，就是一个非常罪恶、非常甜的美式软饼干。没错。Athlete. 好看吗？ My, like a Barbie. So yes, I wanna be Barbie. I hate it. I will burn it. 好可爱哟、哦、Y2K 呢？好看吗？ OK. 320. You cannot just say OK. 你慢了一丢点哦，好可爱哟、哦。Hi, Brian. 没有讲。我觉得它这个牌子好像都是一些网络上的店家，然后来这边贩售卖的，就是挂在这个架上。咦，好可爱哦、喔！魔人啾啾。I like it. 这家店的衣服都蛮可爱的，但偏比较年轻小孩一点。它价格其实蛮便宜的，才300-400而已，400-500。Like、I wanna show you something. I want it, please.Ow,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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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 麦哦 Billy 呢是 Barin 的女神。 How much is it? $6.99. But this one is real? Why? What? Why I prefer this one. I don't like shopping with you. Next time come with your friend. You always sa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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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e, cute, cute. Buy it. Oh, okay. Can I buy this one? 妹子越来越累，看没？嗯，没错。看没没笑。不是他是代代，我就是站店东西其实蛮杂的，就是要自己稍微挖一下宝。但我刚刚看，我觉得我都没有很特别喜欢的。Go next door。妹子的口麦要搞棒。你。新开的超大间的 Uniqlo。现在来到这间的品牌叫做 Gentle Woman， 是泰国最近年轻人还蛮红的牌子，在街上都会看到很多年轻女生都会背他们家的帆布袋。这次主要来就是要看他们的帆布袋。You want to wear like that? No， 我觉得他们有一些衣服真的太浮夸，比较偏向公主 bling bling 浮夸系，还有像这种我看不懂哎，我记得还不便宜 ，2000。You like this style？ 没效果。我跟你们说，他们的 style 有非常多种，有运动的，有休闲的，有美式，又有这种泰式，好恶心啊！你好恶心。How about this? Is it good? 1000。Gentle Woman 他们其实最一开始有名的是这个袋子，但我刚没有看到他们的基本款，都剩下的比较都是花花系列插画的。Marine Alpha E Knitting Bag， So many Thai girls use this， Just 390. Really? Okay, this one is better. Why? I like this. 我可以买我觉得比起这个 2? Are you sure? You wanna buy for me? 关你屁事！我逛完 Gentle Woman 感想就是，我觉得他衣服有点太浮夸，但是他的运动类型跟休闲的还有包包，我觉得都还不错，只是适合我的衣服可能没有这么多。的 Muscle 也是在沈阳这边很有名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品牌衣服，就很可爱。我刚看到有一件 ，It's been cool 小清茶嘟嘟跟郑王庙，它就是比较缤纷粉粉系列的，这也是很可爱的。但我记得价格好像没有很便宜，哎、欸，还好590。这个就是他们的 logo 人物。超级多可爱的明信片跟这种贴纸，我觉得这边东西卖得还蛮广的，就文具类、衣服啊，然后还有一些家居用品。这个超可爱的滑鼠垫，然后还有这种键盘垫，这也是钥匙圈，还有帽子 ，Daddy 的帽子，这里有他们的 logo， 还有一些这种比较日系的插画的 T 恤。What？Too small for you. 哎，我一样，我一样，我一样。它这边塑造的有点像是那种美剧里面校园风格，像是那种贴纸啊，还有刚刚的那个柜子也是。楼上还有拍照的，去上面看一下。小东西，一个猫咪的贴纸，我想要贴在那个 my laptop 吊饰，超可爱，可爱吗？嗯 ，ring， 因为现在就是 Y2K 嘛，很流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比较 Y2K 元素的东西。这家店我其实觉得，如果买衣服不适合，但是如果你买一些贴纸啊或文具，是还蛮适合的。这个牌子啊，这个 Auntie 它是一个泰国饶舌歌手他画的。可爱哦。他们的楼梯都是卡带耶。那一小区是他们自己的牌子，我觉得这个蛮好看的。但是在泰国就穿不到。他们自己牌子的衣服资料，我觉得还不错。The purple is good for you.
390，好看吗？我觉得这家店比我们前面逛的还要好。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来这家店。好饿，好饿，好饿。好啦，不要吵了。Buy it, everything. I love you. Buy it. No matter what, you have one phone, but you buy it all. Okay. Finally, Varin got a T-shirt. 我们终于逛完了，现在已经要天黑。但我觉得我这些店逛下来之后，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一间 Frank， 因为 Frank 它比较中心一点，然后东西比较是我会喜欢的风格。前面的话就有点太少女，然后太杂了。Frank 跟 Daddy 好像是同一个公司，他们卖的东西有点像，只是 Daddy 就比较少女一点。我们现在要去找一间店吃饭。我们要来吃 Okayu。他们家的菜单真的是琳琅满目，超级多东西，完全不知道怎么选。天哪，你们看他们的饮料菜单，这一页也是他们的饮料，这个板子还有后面，它主要就是卖一些沙拉。如果你是轻食控，就非常适合来这里。这个大家可以来点，它的猪肋排很好吃。我刚看到有像这种蔬食类的，我们点了一罐水果水，它是 basil 跟 strawberry， 而且它里面的 strawberry 是真材实料都在里面的。前味是草莓味，但后面就带一点淡淡的罗勒，不会有什么违和感、突兀的感觉，就非常的自然的味道。我很喜欢这间店，就是因为它的东西就是非常的纯粹的味道，然后又很真材实料。虽然价格上贵了一点，但是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吃的。Our salad， 水果沙拉，超级缤纷，还有 Barin 的意大利面 pasta， 它的餐点就是麦香夹，吃起来也是超棒，而且这个分量超级多哎，我们两个人根本绝对吃不完，一定会外带。Oh my god， it's so yummy。它的鱼真的是软到不行哎，超好吃，然后配上这个 sauce， 好好吃哦。好吃吗？超好吃，好吃对不对？那沙拉里面很丰富，有番茄，有苹果，有甜菜根，有火龙果，有芭乐，还有一些那个麦片。它淋的是优格酱，吃起来非常清爽，不会有那种负担的感觉。这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我们要继续吃饭了，谢谢大家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大家看，我吃饱又跑过来买它的香氛。我刚原本想要买，但一直没有买，后来想一想，决定还是来买好了。